现穷，我妹子可以套，所以继续熬，准备写一个通宵。那我打开了电脑，经历的比赛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来到这个地方，有着九重窗，故乡。我的年龄说新不算新，对于新事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让喝彩，全军出击。我把押韵比喻成钢琴，而我的忧郁是否需要张邦迪保护一些伤，保护一些秘密，等它发酵揭开后我写歌送给你。16A，我靠窗边坐下，遇见了歌迷，他略显得惊讶，看完下马 rapper 坐在我会让你翻到桌子上，下去谈话坐在外面看路上，哼起歌音仿佛身旁空荡荡，安静无恙，想起自己的妈妈，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通电话，妈妈每次当我想叫你在天照，透过窗愿望洒下云层的刹那，完了，没补刀刀，来呗，造，大，找个名称直接炸。所以说，为什么要学 Q？ 一直不要学 E， 直接炸你。就是我可以直接无脑压他，不是的吗？学艺太难受了。压一下，我也压。来一杯吧。我是没压的，必杀。是时候点评酒桶了。大洋前的最后一杯，打爆他掉。关键。注意危险！这边点人家举杖。敌方，我真不信你能反应过来。说句实话，我就不信他能反应过来。Enemy slain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W 的话就往后面，他不敢过来，没 W 不敢过来，就在那后面，人家就打，然后你还不看我位置，注意危险，你就看你装备。没办法，这不没用。杀得来的是，远离敌方，理清。大洋前的最后一杯，闪现过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的。直接放，可以啊！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我跟你没给他撞了，日本你怎么
是瞎子？玩一下都好难，不能玩还行。我觉得要杀这吸血鬼就直接秒了，别给他技术里操作，还能让他什么放弃的。要秒直接就秒，不然这瞎子过来，我还要死，他还死不了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喜欢打针对。打烊前的最后一杯。看一下维恩，远离敌方，弗拉基米尔。双穿还是拉满，直接出去吧，神奇。哎，哦吼！没了。不能越嘛，来一杯吧。我在路上。我在路上。我方已击败亚龙。帅。啊，好帽子。打烊前的最后一杯。应该还会吃的不限啊。Turret lost。无所谓。AD，你咋了？哎，一定不够。应该先 Q 就要开始了。得再扫，不再扫不行。这吸血鬼已经做魔抗鞋了，不太好杀了，换成宰就行。是危险的暧昧。
年轻的虾虾，打烊前的最后一杯。我在路上，发起攻击。把他宰了呗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我在路上。结束了，这把东西了。OK， 回家。直接杀人术，第一开始第一件我就应该出杀人术的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.